今天我们来吃一个重庆小宽面，给它倒出来。哎呀我去，它这一桶特别多。好胖，这个面巨好吃。它就是麻辣的啊，特别麻，特别辣，非常麻辣。你们喜欢吃麻辣的，一定拍这款。如果不能吃麻辣的，千万别拍。麻味很重。太疼一箱里边六桶啊，忘跟你们说了。你们可以拍一箱尝一尝，就是喜欢吃麻辣的，麻辣口味的就拍，要是平常不喜欢吃的话就别拍。